你好，我是张文轩，身高160，体重45，目前住在新北市土城区。我的兴趣是看电影，还有出门旅行。那我目前也有在学韩文、瑜伽、国标。안녕하세요，저는장문선입니다，감사합니다。那我的个性呢是比较偏活泼三八一点的，如果觉得我的形象符合你们要求的话，欢迎找我合作，谢谢。哎，你走路怎么都横着走啊？这么嚣张！因为我在玩这个地下城有点怪，只要轻松放置，角色就能不断变强，轻松扫怪，走路当然就能横着走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